500元值吗？有误操作值吗？500块一本书，不是一瓶威士忌。你为什么要送这个啊？你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东西吗？我等一下介绍给你。哦耶！你觉得它的价值有超过500块吗？你为什么送这种礼物？应该有超过500。嗯哼。但是就是不特别。嗯？什么东西？哇！哦，真的很麻你也是跟风。什么呀？什么？橄榄油。对，水纯很纯的橄榄油。这个我跟你讲，好烂哦。我烂透了，真的。谁说意大利人很浪漫的？但是这都是不是真的意大利人。小朋友睡觉的时候，你就是可以跟老公用啊，就是它可以当那个精油的功能，所以对皮肤非常有帮助。精油就好，因为精油不能吃，可是这个吃了也很健康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他讲到后面听起来还是没有道理。他的意思是说，我在睡觉的时候把这个淋在我身上，叫小易把这个油吃掉就对了。他不喜欢。放一把火干嘛？那他不要，我可以把他带回家吗？这是很好的橄榄油。哦。好了，橄榄油你可以留着啦。这个礼物，那么老蔡你要说喜不喜欢？因为那个红衣刘德华在等了。里面袋这里面还有吗？没有空的，空的。哇，真的很烂的。我不喜欢。感觉没有很用心，你是用你意大利的人角度，没有用我的角度在想。对，没错，没错，真的。我下次。所以我应该要送他葵花籽油。橄榄油是意大利人吗？不合理。很多不饱和脂肪酸。对呀、啊。接下来是谁？接下来我们贺少侠，另外的一位强棒，他要带他的礼物出来了。哦，有包装的。应该是要一起用的，500元可以买两个。你看每一个的单价有多少？而且最好的是我没有用到500元啊！你还那更烂呢？你还按不到500元。我真的不需要看，我觉得那个一个应该是相框，一个应该是蜡烛、烛台之类的。对呀，好像应该算了吧。应该就是他自己画的画。好烂啊！如果你不喜欢这张照片，我里面多放了2张，不同的替换，不同的气氛。我觉得他真的很贴心，因为他准备3张照片，然后如果真的不喜欢，后面有蜡烛，你就把它烧掉。对，没错，他这个你看，这个是比较搞笑的风格嘛。我还是觉得这张黑白的比较实用。还有这个就真的就好看嘛，对不对？就是那种大自然的感觉嘛。我觉得你老了之后比较适合这一张，我会把这张保存到你老了之后，然后我会拿烛台去祭拜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蜡烛嘛，我想说你可以放在桌上拜我一下就好了。我懂了，我现在马上就拜。不知道我对香精过敏吗？哎，你那个是 IKEA 的蜡烛。IKEA 啦。IKEA 蜡烛。是啊，你这。没错，把它框起来。有需要来鞠躬的人吗？你觉得我怎么喜欢这个礼物盘？更烂哎，好重哦，哇，还烂的，说真的。对啊，女生都会觉得这个礼物好吗？三位觉得怎么样？人家精心挑选的好吗？而且为什么回家还要看到你的照片呢？你不要了，我对香精过敏了。那我对你对着我的照片也过敏是不是？有一点。今天一整集聊下来了啊，再加上最后这两个，就是压倒男人最后的2根稻草，就是这2个礼物。对我们男人就是不会送礼物。他有一个地方非常的用心，嘿嘿，他居然他的缎带是用 Vivienne Westwood， 偷人家缎带，也很好啊，嘿。他可能不知道这个牌子吧，你知道吗？没有，无线路上捡到的。好了，我们认输好不好？以后呢，大家就是问一下呢，这个女方的好朋友，还是问一下左邻右舍，看看送什么礼物最好，不要贸然的去买，买了以后你看看，就是这个下场。哦，今天谢谢大家的分享，谢谢。1/2